下班休息看直播，放学回家学操作，错过精彩怎么破？我来帮你放重播。欢迎收看由乔点出品的《主播真会玩》。他几号上线啊？全都开始了。这把有个好处，你知道为什么主播玩得好？主播玩到现在没有让立上卓放过大。冻结。DF 不是走了吗，兄弟？我走鸡巴了，你上面有大的。帮他擦一下鼻涕，快点过来！帮他擦一下鼻涕，快点帮他擦一下鼻涕。有人给你擦，这个人就是娘，这个人就是妈。Everyone, pay very close attention. Get over here! I'm not done. I am not done. Holy shit!I need that, I need that. 注意看我的终极连招是什么，我再给大家展示一个双手里剑起手的一个连招方式啊，当然它有一点花里胡哨，只是有点好看也炫酷。注意看啊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单手里剑起手之后啊，看这个W， 哎，大招没关系，他给不到我牌，拉走位。好，你注意看，我一次血秀无形装逼，我们最喜欢这样子啊，这样才能凸显出杰的厉害。注意看啊，我们一次血是怎么杀人的，怎么秀的？你看，好，不要急，小。这个地方呢，其实我是刻意的给敌人打到一丝血，然后我再给你看连招的啊。如果我刚才第一时间动手，其实这个新瓦纳已经死了。这几个远程兵刚好把我 A 死了。我要你吸我，看我跟不跟得上你，你跑，我要你跑，你跑好吧？哇，兄弟，我心态崩了。来，我打，我打。Double kill. Quadra kill. 阿爸爸不要跑，我求你了，爸爸爸。再见。俺知道俺牛逼。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了。Q 出来！哇！
down. 遥遥桃花凉，前世你怎舍下，这一海心茫茫，还故作不痛不痒不牵强，都是假象。我浑身难受，浅浅岁月拂门爱人羞，片片芳菲如水流。我操，原因杨宗纬，杨宗纬原因就这么多了，不表演了。两两夜色，夫人爱与笑。我操，是不是杨宗纬原因？哎，觉得像杨，觉得唱的还可以啊，刷破音。觉得唱的像杨宗纬的，说我打扰了，说我打扰了。来上！大获全胜之后要开一波车庆祝一下，来一波90度转弯，准备。有点紧张，有点紧张。我走起来！不好意思，有点失误，有点失误啊。走起来！别打我！是从上吧，还是从下？你自己看看。来，先挑战哪个角度？先从下吧，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。不要有阻挡啊！他妈的！吓死我了，老子还以为还有阻挡。枪枪枪枪枪！来拆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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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准备拆了！我走！啊，这个位置好像也可以。来来来，来一波致命弯道啊！来，各家辉，好的，我准备的目标，我的目标是发条，有没有人有兴趣？有没有人有兴趣？有兴趣的人跟我来！没撞到，我是刚刚过来的，我是这样过来的，我是这样过来的。看一下输出，来给大家看一下输出，看一下这个伤害，看到没有？凯哥一个人打了36000的伤害，是不是？哎，如果说句实话，没有凯哥打 APC， 我根本不会玩这个英雄，对不对？没有你打这个上单，我也不会玩这个 APC。我绝对是你最可靠、最信赖、最值得信赖的这个前排队友，前排的一堵墙，我是你。最信赖的背后的一根毛，我操！一根毛，我操！你要戳我，戳的。小脸剑公众号，惊喜预想不到，快扫描关注吧。你们有没有凯哥，有没有凯哥睡觉的照片啊？这样可以真实一点。你们找一张凯哥睡觉的照片给我，好不好？他现在路上，20分钟就回来了，所以我先放个照片在这里，免得你们到处问，有没有他什么睡觉的照片什么的。我忘记了哪一天凯哥在我这个睡觉了。4月15号02。全军出击！
真的是个天才。这样新来的朋友他不会去问你们，知道吗？这一打完他就醒来了，太累了太累了，昨天太累了，你们知道吗？每天我们在这里直播，对吧？哎，生活费哪里来？网费哪里来？对吧？凯哥每天凌晨贪黑起早出去干什么？捡那种塑料瓶，你们知道吗？他总是去在那边去掏那种垃圾桶里面的塑料瓶，掏好了之后拿去卖，好不容易卖一点网费，然后在那里直播，这么辛苦，都已经累趴下了，大家也体谅一下好吧？我们大家都希望你好好的，对吧？你睡两局，睡两局我再喊你。而且我在这里说话声音这么大，说话声音这么大，凯哥一点反应都没有，一点反应都没有。这是一个人他进入到深层次睡眠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当一个人进入到深层次睡眠的时候，他坐在椅子上他都能睡着，你们懂吗？你们有几个人能够坐在椅子上旁边还有人说话你们能睡着的？有几个人？没有。这就是一种过度疲劳的体现。这一打完我就把他喊起来，因为他睡之前给我交代的就是让他睡两局就可以了，睡两局他今天的精神状态啊，还有包括游戏操作啊，哎，会非常非常饱满。说句实话，你们不要老是去刷什么照片之类的，你们觉得这样对凯哥公平吗？一个活生生的人躺在这里睡觉，累趴下的人在躺在这里睡觉，你们反而在这里刷照片。Surprise, motherfucker！ 哎，这他妈是我的照片！你这笑死我了！我操！什么照片，凯哥？你刚刚睡得不是很香吗？啊，你怎么一瞬间就复活了？